好，欢迎收看最在地的大新店地方新闻，我是周文萱，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新北市积极推动三环六线捷运路网，希望在2030年完成139公里和121座车站捷运建设。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在理事长黄村山的率领下，前往新店警分局拜会分局长余昭俊。新店区中山里中山公园内新设一座储水型避灾应变设施，具备蓄水、蓄电等功能，强化社区灾害应变调适能力。110年度住宅补贴第二次公告受理，申请的时间到2月25号为止。今天的热点看播要为大家介绍机上盒买 Video 强片《杀手保镖二》。新北市致力推动三环六线捷运路网，市长侯友宜在日前的市政会议上就表示，虽然碰到了原物料还有缺工的状况，但是呢，仍然会全力以赴。目前所有的捷运建设进度都没有落后，也希望借由捷运开发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新北市积极推动三环六线捷运路网，在日前的市政会议中，新北市捷运局针对工程进度进行报告，再次重申三环六线正在逐步实现。市长侯友宜表示，在疫情影响下造成缺工缺料，使得捷运建设面临严峻挑战，但目前所有工程进度都没有落后，包括安坑轻轨也会力拼在今年完工。虽然碰到原物料捷缺工的状况，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那目前我们期待现阶段在做的我们的30线、万大综合线，我们的进度并没有落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安康轻轨今天能够顺利的通车。市长侯友宜指出，环状线通车，14个营运车站以 TOD 方式带动城市空间发展的转型，除了引进投资，也创造就业机会，可以大大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我们希望借着新北环状线南北门户，从14张到卢兰五北的开发的 TOD， 10个这个必须要靠 TOD 开发的产站，我们会投资652亿，创造2.2万的就业人口，带动新北市的反转。对于捷运路网建设所带来的发展愿景，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目前是全国轨道建设工程最大量的都市，展望2030年能够完成139公里、121座车站。2030年，我们现在的规划希望能够达到有139公里、121座车站，10万人拥有3座车站，这个就是一个国际最重要的一个水准，那这个水准会在新北市一定要把它实现。新北市捷运局表示，近3年来已经完成新北环状线淡海轻轨第一期营运通车，加上今年底将完工通车的安坑轻轨，4年内3线通车，预估累积运量可达5100万人次搭乘，不仅让交通更便捷，也促进南北轴线翻转，朝向打造幸福宜居城市的目标迈进。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为了要感谢警察人员对治安维护的无私付出，17号的上午，在工会理事长黄春山的带领下，前往了新店警分局拜会。分局长余昭俊亲自接待，彼此相谈甚欢，也希望在往后建立良好的交流，共同让社会更加的美好。为了感谢警察人员对治安维护的无私奉献，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理事长黄村山率领多位工会干部和成员前往新店警分局拜会，分局长余昭俊亲自接待，在话家常之余，知道了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自成立之后对地方热心公益。新店警分局分局长余昭俊表示，相当感佩工会的爱心付出。我个人非常感佩啊，哦，那对记者工会能够做到这种对社会公益做这么大的付出，个人非常感佩。那今天他们来就是来新店分局做交流，那也对我们就是说以后的那种工作会提出会做出很多的帮助，那我们这边也非常的感谢。
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理事长黄春山表示，虽然农历春节已过，但深知在这段期间警察人员的辛劳，所以特别安排在年后一一走访各地分局，表达对警察同仁的感谢。除了感谢宜芬局长的亲自拨空接待之外呢，也对警察同仁在春节期间的安全维护的辛苦呢，我们给予高度的肯定。那么在虎年，在这边也要借这个机会，祝我们的警察同仁虎虎年行大运，然后平安健康享乐。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表示，警察人员要维护治安、交通和服务民众，勤务相当的繁重与辛苦。透过这次的拜访，建立彼此良好交流，同时工会也会持续关怀弱势、关心在地，一同让社会更美好。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以社区为本，强化自身气候变迁调试能力，新店区中山里就被选为新北市 CBA 示范点之一。同时呢，在里内的中山公园内也新增了一座多功能避灾设施。在里长潘威志的设计之下，这项设施呢可以蓄水也可以蓄电，提供灾害来临时可以随时的应变使用。马上透过我们的镜头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这项非常神奇也很有巧思的避灾设施。走在新店区中山里的中山公园内，看见了这座像是凉亭的设施，可别以为就是一般的公园凉亭哦，它可是能够在灾害来临时提供水和电的多功能避灾设施。中山里里长潘威志指出，目前新北市有两个 CBA 示范点，中山公园为其中之一。所谓 CBA 就是以社区为本的气候变迁调适能力，所以这个储水型避灾应变设施能够蓄水蓄电，搭配公园内的可食地景、食物森林，在灾害来临时可供紧急应变使用。碰到极端气候的时候，就是大灾难的时候，我们这边有可以储电，还可以储水，那再加上我们这个食物森林公园里面有大概上百种的蔬果，所以短时间可以应付就是大灾难的时候，有一些居民可以在这边生活这样子。这项储水型避灾应变设施设有太阳能板，收集电力之后在必要时可作为手机充电使用，同时预估一年可收集27,393度的电，减少110.54公吨的碳排放量。现在电流还有多少电在这个地方，那它的电呢会储存在我们这边有蓄电池里面，会有蓄电池，那蓄电池的电呢可以用来做什么？一个就是说在极端气候的万一缺电的时候，可以大家在里面紧急打一个电话，譬如说像这样子，它这个可以马上可以充电。除了蓄电，里长潘威志还设计了定时装置，加装灯饰，让避灾设施兼具美观。另外这项设施最主要的是储水功能，以雨铺满的方式收集雨水，预估每年可以省下6公吨的水资源。上面屋顶可以收集雨水，那雨水呢会直接流到地下储水槽里面去，就经过沉淀池流到地下储水槽。那我们地下储水槽有两个250公升的水槽在下面，好，那从这边可以看得到里面剩下的水多少，这边是250公升，这边是500公升。此外，里长潘威志设置的浮筒标示可以清楚看见当前的储水量，并且利用设施自身的蓄电电力，将水槽的水抽出，借由水车流入周围沟槽的沉沙池进行过滤，形成一个水电循环系统，相当环保。里长潘威志表示，极端气候之下打造韧性社区是重要课题，借由避灾设施的建置，让中山里更具有紧急应变的调适能力，也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错过去年8月申请住宅补贴的民众要注意这则新闻喽。110年度住宅补贴第二次公告受理申请到2月25号为止，按照分级的集聚还有租任的区域，每户每月可以获得到2000到5000元不等的租金补贴，有需要的民众要赶快把握机会申请喽。110年度住宅补贴第二次公告从2月14号起开始受理申请，截止时间为2月25号，受理申请的项目为租金补贴。
错过在去年8月申请的民众可以把握第二次机会提出申请。新北市政府城乡局表示，110年租金补贴第二次公告，新北市计划户数为4128户，获得租金补贴者按其分级集聚和租赁区域，每户每月可以获得2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租金补贴。在分级的部分，一共分为三级。第一级需要家庭成员两人以上，其中一人具有低收入户身份，又或者是家庭成员三人以上，其中一人具有中低收入户身份。第三级为家庭成员一人且未满40岁，并且未具有经济或社会弱势身份者。而第二级则是排除第一和第三级的身份。另外，根据租赁区域，以新店区来说，第一级可以获得5000元的补贴，第二级则能够获得4000元补贴，第三级有2400元的补贴，补贴期间最长一年。而为了配合防疫措施，减少疾病传染风险，目前新北市政府暂停临柜受理申请服务，请民众多加利用线上申请或者以邮寄的方式提出申请。相关的文件可以上新北市城乡局网站下载。民众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2960-3456，转7094-7098的分机洽询。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先让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广告过后，今天的热点刊播要为大家介绍机上盒 My Video 的强片《杀手保镖2》，我们马上回来。在家上网免行动，大新店宽频一居超大平宽 WiFi 6新时代上网，让你飙网有感，追剧顺畅。搭配高画质数位套餐，每月只要999，欢迎洽询2917-3939。杀手保镖二故事呢，是延续上一集，呛辣老婆索尼亚出狱之后呢，就和老公被国际恶煞绑架。她逃出之后呢，就找上了3A保镖麦克来协助。但是麦克呢，心不甘情不愿的出马，防止独裁势力摧毁整个欧洲，这三人合体的嘴剑攻防前所未见，超乎想象。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精彩的片段。I demand more. I need it, and I'm gonna have it. No bodyguarding. Then he got pulled back in. Jesus! To protect this homicidal nutbag's wife. What is he doing here? I said, get anyone but Michael Bryce. I believe it's pronounced, thank you. In 4 days, all of you love was burned. They're planning a full-scale cyber attack. Do not screw this up. But we are definitely gonna screw this up.
I promised my therapist no bodyguarding. Let's not do that, guys. Let's just focus. I got it. No, it's fine. You guys just, you guys have at it. Maybe feather the brake a bit. I need you to protect us. We're trying to have a baby. May God have mercy on our soul. Ethan, no, no need for repeat after me. I'm unlicensed. I'm unlicensed. That's terrible. Ethan, no, no need for louder. I'm unlicensed. And I don't give a... We need guns. We need both. We need them. Are you ready to get your freak on? What? That came out wrong. Not together. With us. That also came out wrong. Now let's go do what we do and blow some things up. I would make a great mother, don't you think? I think you're a great mother. Thank you. It must be your powerful asexuality that makes you such a good listener. Ethan Hu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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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n we just acknowledge that not only are we safe, this really feels like a new beginning.紧接着，让我们来看看波贝亚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Disney Plus 热烈贩售中，有线电视新客户、老客户申办指定方案皆享优惠，欢迎电洽2917-3939。用 Enjoy TV 无线机上盒直接收看最夯影音串流平台 Disney Plus， 申办120枚以上光纤网络，就可以免费升级机上盒，速洽2917-3939。111年度第一次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测验报名，从即日起至3月4日止，测验日期定在4月23日。相关测验资讯可至活动网站查询下载。2022新北文化奖甄选活动从即日起到5月31日止，凡对新北文化有特殊贡献或杰出成就之个人或团体，不限涉及新北市都可报名。洽询电话02-2960-3456，分机4525。111年度新北市市长杯原住民族慢速垒球邀请赛，即日起到4月1日受理报名，报名表请至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网站下载。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民众可以扫描画面左手边的 QR Code 订阅大新店的 YouTube 频道，又或者是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我是周文轩，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